备受外界关注的王菲2016年演唱会终于揭开面纱，在今晚的演唱会发布会上，主办方宣布，这场名为王菲还原一场2016 Live 的演唱会将于12月30日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馆举行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此次王菲复出开演唱会，票价分别为7800元人民币以及1800元人民币，以流行歌手在内地开唱来计，可谓数一数二的贵。另外，这次发布会获过百路港台传媒出席，大会安排了50名保安在场维持秩序，可以说阵仗颇大。这次王菲演唱会由陈佳音制作公司等合办，大会投资5000万人民币制作，亦找来多个重量级的制作单位，其中王菲男友谢霆锋任大中华区主席的数字王国，更会为演唱会提供 VR 360度全景拍摄，可谓是夫唱妇随。